S10 赛季到来了，花旗最大的好奇就是邓艾会不会变强。这个版本竟然可以从山里面越过去，翻山越岭，然后从桥上架桥渡河，这就有点像历史上的邓艾偷袭阴平，没有路自己就创造一条路，让敌人的铁桶防御失效，这就可以打破现在的免战堵城的玩法。既然翻山越岭出现了，邓艾作为翻山越岭偷袭了成都的人，那么邓艾在这次活动中会不会加强呢？毕竟这个版本叫北定中原，是曹操的主场。当然了，曹操北定中原靠的是五子良将，那么五子良将有没有加强的机会呢？还有一点比较神奇，这个建议曾经在一年之前就有一个玩家在贴吧提出过，而现在竟然采纳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策划还在采纳玩家的意见。如果你也有好的建议，也可以发文章试一下，或者说给客服说一声。但是呢，这个对于实力强的势力来说是一个好事情，可以更快的结束战斗，对执行力强的联盟也是可以，因为可以多点攻击。但是对于实力弱执行力弱的联盟来说就不是一个好事了，因为你无从抵挡。再有一个就是城市里面加了很多的新建筑，古代的防御嘛，就有什么城墙、城楼、吊桥、水门，大部分玩家会有一点了解，但不会说都了解。如果策划有心的话，可以在里面加一个讲解就更好了，玩游戏的同时也能了解一些历史的知识。